有飞吗？能有飞吧？有飞啊！行行行，我见小杨没那样。里边儿家里边不管了，俺那里边都死的飞空都不管了，上不来飞了呢。俺的都搁地面上的，俺的都埋在这样的管子。你那不上洞可以啊？那同志们，上洞弄啥呀？有飞啊？你要有飞就行，你等咱们有飞了，你上里边喊我也行。我咱弄个隔壁的，我弄那个。那时候我来给你弄的也行，反正你只要弄个在那时候，你省得到时候你上洞了没法，你大爷不好弄个呀。要屋里边有飞，你咱们是吧？你没有飞了，你弄不了。我看着你，你到时候你喊我来，我给你弄。井俺没死，俺当时俺没想的是他那个井，他那按的飞棚好搁地底下的，他那个冬天也不上冻，但是他那个井也那个飞棚也好，俺怕给撕毁了，到时候啊，他那个城弄上面都能死都是，但是俺怕撕毁了不好给修，搁地底下的他那个是飞棚，啊，然后俺都自己弄的按的飞棚搁上面的。这一到冬天回来，那都不是不能死了，这冬天都不完了，都这两个月反正你到时候大爷，你要是有梦弄不了的，你进去找我行，我都搁这里边的，你只要看我搁这都是，你进去让大爷找我都行，你要是干什么重的弄不了，你喊我是吧？是吧？反正咱离得近，搁那的都是，嗨，这还也没有，以前没有，这也没有别人了，我走大爷，啊。咱去那家就是咱们的那个，算是咱大院的邻居吧，就在大院旁边的，就是老两口两个人，小孩都没在身边，大姨身体也不好，平时见面都那种能见着什么的，有时候还能聊天拉呱什么的，然后大姨有时候还能来给我看看，上咱这来看给我聊天什么，反正老两口挺不容易的，有什么平时有什么，重活什么不能来，我都让大姨来找我了。毕竟离得那么近是吧，那句话是总说的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能帮一把咱都是帮一把嘛。那两个给洗洗，洗洗还能穿。